嗨，现在是中午时间，我们现在选择来吃生鱼片料理。哎呦，很认真看手机 哦。我们昨天吃生鱼片，今天还是一样。我昨天吃到有点多了。对，昨天我们吃一大盘，我们两个人嗑掉了21片。对，很肥的黑头螺。对对对，很好吃，带劲。那个是老板爸，对，老板爸送我。好给爸，没错。然后我们今天还是点了我最喜欢的，是豆皮，虽然看起来很平凡，可是它却很好吃。还有我最爱的花枝，然后我们当然不外乎就点了一个海鲜冻饭，是我们海鲜冻饭，非常的丰富，各种海鲜。那还有我的手卷，等一下要先吃掉我的鲜虾手卷，还有这个鲷鱼下巴。就是串烧的经典，因为等一下要下水，不敢吃太多。对，就等一下要下水，没错。然后他们这里面有一只电狗叫娜娜，她现在去休息了。然后我们刚好在边吃饭的时候，刚刚来的时候人超多的，然后整个就是爆满的人。然后我们现在后来我们就后位，然后现在有位置，这样。然后它周围的环境小小的，不过。生意好的时候也是很满，然后里面蛮凉的，在靠市区这边，这样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先开动吃了哦。当然，我的远远，宝贝女儿也在这边，她也很想吃，迫不及待啊！吃完下午就下水。Hello， 我们新加坡的朋友 ，Hello。对对对，他们要来环岛，玩30天，对吧？对。他们这个妈妈很厉害，一打三。那么他们刚到的时候，本来说要用走路，我说建议要骑租电动，因为他们小孩子没有牌，在小琉球用走路的太辛苦了。希望他们这一趟在台湾可以好好的玩。喵喵喵，喵喵喵，受伤了，跟人家为了抢地盘、顾地盘，他自己受伤了。耳朵，还有耳朵这边，这边也受伤了。可能很激烈的打架啊！阿露米说：“这只是喵喵喵，小倩叫他露米。”啊，这只刚过来的时候都不给摸的，它现在比较亲人。这只画质很漂亮，你看。